接下来，让我们听完《狂野》之后，我们要赶快来听一些励志的歌。好，这首歌呢是我们主唱幻娟要送给他爸爸的歌，那我们就不要介绍太多，让他自己讲一些话吧。好，那让我们欢迎幻娟韦恩韦琪带来的《为自己喝彩》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接下来唱这首歌是给我老爸的，他还健在，不用紧张。就最近这阵子发现，我真是我爸亲生的，因为我跟他很多兴趣都很类似啊，就是他喜欢看棒球啊，喜欢看电影，什么都跟他很像，但是。我想唯一不同的就是他那些就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敢追那些梦，现在我要帮他完成了。那当然唱这首歌之前，我想谢谢韦琪跟韦恩，就是我唱歌很烂，吉他也弹得没有很好，但是他们一直包容我，陪我练习。那我希望这首歌可以陪着大家，就是不管你伤心难过还是得意的时候，都可以为自己喝彩。谢谢。却还活着，眼神却那心
真的明白什么是精彩，要过得精彩，真的明白什么是精彩，要过得精彩，谢谢谢谢。